我你真唔贵，哦，唔贵啊，哦。腿下面拍打，你抓炮来嘛无效，你边只只是防弹的。出来，你免撞我一破啊！哎，你也敢唔出？你也敢唔出？哎，哎，你出，小宝，你也敢唔出？哎，小宝，你安尼是创啥？这就刘伟车的，野车，野车。林总啊，你来得多好啊，这个蹊跷啊！你干嘛当作笑？哎，小宝，小宝，你是创啥啦？我重要。但你即摆啥情形啊？哈！哎，这是我家己的代志，哎，你做啥物插无？强哥，我尊重你是老大，紧走，莫伫遮乱。无注意啊！但你即摆讲对啊，唔对啊？哈！哎，伊连你某煞撬落去呢，啊，你即摆煞伫遐停伊哦。我要停啥人？迄是阮家的代志，是甲你啥物地带？你紧走哦！啊，嘛无，哎，要若无你是要怎？我对你无客气哦！啊，你做你干咩请倒？来啊，来啊！他就替班吗？快点往派！干炮灰！人济了哈，但你没落去，敢袂记？闪啊！等，麻烦你车路走。林总啊，丁总，等下来我办公室接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小姐，林总啊。顶个你来找我，讲要跟我合作，啊，即马敢有这个意思？我伫在等这机会，希望会当替你好咯。啊，那安尼，过去我甲何玉华迄个关系，我甲伊已经离婚啦。阮两样，叫归叫，路归路，伊个代志甲我拢无关系。我希望咱来合作啊，莫受到私人的感情的影响。这你敢做会到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公私分明。好，那咧咱合作都会真愉快。对不当，你若有什么需要，做你吩咐，唔免客气。我简单讲哈，我倒是想要利用你。打击陈耀辉，那安尼，咱共同敌人就是陈耀辉咯。唔对，你若会当甲陈耀辉包起来我看，我就会当参上听陈耀辉安尼咧听你。刘董，多谢你给我这机会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。好，来，加油哈！振兴，你来啊！玉华，你找我什么代志？振兴，新弟来啦！振兴，这样。振兴啊，我拄只已经算过啊。那阵咱先将这波海清，你都免卖厝啊。剩落来钱，就等甲进前红白三票甲买一部分转来。虽然无可能参照以前的风霸遐尔啊气派，啊，不过会当风霸重新搁开始，而且我看今年景气有可能会好，只要咱把握这个机会，未来还是光明的。玉华，你帮我重振风霸，我真欢喜。啊，不过有一件代志，我一定要甲你讲，我决定。要甲张立伟合作，我需要伊在正常家的关系。
而且要对付陈耀辉，我就一定要跟伊合作。不用的，我不用和你跟伊合作，我不用和你跟一个社会的败类、为非作歹的人合作。我不管伊是好人还是歹人，他过去做过什么歹事体，还是见笑代，若是会当让风霸集团重新在生意头站起，可靠度的风险我拢愿意去做，而且我甲伊有共同敌人，迄就是陈耀辉。陈耀辉，甲你的恩怨已经过去啊。而且，当初找风霸麻烦的人是我，不是陈耀辉。你唔通怨恨唔对人啊！这代志你无了解。上华怨叹是过去，我诚心诚意对待伊，结果呢，想袂到伊竟然是一个蒙蔽的少年。我甲伊过节，唔但是心理上的竞争，还佫有伊对阮人格所造成的伤害，这一切。我全部要甲偷倒转来。不用的，我不管你有偌侪理由，你都是不应该甲伊合作。你若是甲伊合作，等于是咧找死。我都是一个真好的人，但你甲你利用完啊，伊就会一脚甲你踢到边仔去。你嘛唔通忘记，伊的身躯边还佫一个温贤。刘文贤，伊敢唔当用阮？你甲张一枪合作？有啊，你讲这我拢知影。啊，不过我即马无选择伊地啊，我要用上紧的方法达到我的目的。但若我利用张一枪对付陈耀辉了，我会想办法脱身。你放心，我袂让伊知影你甲我合作的代志。遵心。好啊，爱佫讲啊。红白产业，你先交买一部分，其他的代志，我家己想办法来处理。喂，老文贤啊，你回来啊？也无啦，老娘啊，我拜托你，你甲我斗相共啦。但是公司查我中午时阵，后尾甲我害死。到即马，伊钱还袂摕过来。那安尼啦，伊讲伊要想办法的啊。刘太太，啊不，当娘，弟弟阿甲我斗相共，你家己查好啦。我爸你保证，回去我一定会将钱还给你。我拜托你，你甲我斗相共好不？好啦，我替你想办法啦。啊，你即马伫倒？我即马哪里？喂喂，哎，电话哪给我挂掉啊？我这阿中是村办要让刘文贤死的。刘文贤，哪会去用拍到安尼啊？这世人哦，我看你这届上届落魄。中啊！当牛啊！这位甘你坐，你坐了唔惊空架翘啊？你唔是讲总职要去救刘文贤？哪会无？啊！你无看我烦恼到头壳咧青烟哦？五亿呢？唔是五百万呢？随体都有哦。我已经从三更三暝无困啦。嗯，莫甲我浪吹灰啦，这是人命关天的代志呢，袂用个拖的啦。啊！你算看卖。搁差偌济啦！当娘啊，你要出啦？无要放好死哦！你跟当娘啥物关系啊？我伫公司哦，投资袂少钱啦。老文贤若有三长两短，我是钱要交上头啊。吼，啊，那听起来你伫公司落袂少呢吼？体雄啊，对我来啦！老文贤咧行街西运呢。阿无咧外缘投啊啦，目睭吐泪吐泪，敢若牛目咧，常常过去拄着提钱现投查某。
先坐一下啦。好。好。哦，尊兄啊。今早干安怎？嗯。伊信是安怎讲？尊兄啊，伊先讲哦，当回我了真紧啊，即摆会当较食去外口运动啊，过一阵啊，完全好啊。啊不啦，袂当哦，去外口行行。免啦，我都会都无想要去，我要踮厝里。好啦，你先落去休困。 当然，外口出去啦，出来外口行行，对身体较好啊。嗯，啊，你往哪站无成嘞？落会去啦。这间厝，搁大嘛，唔知会当搁大偌久。我是惊厝里，厝会去用封起来。爸，做你放心啦，公司哦有一寡债务，我已经清去啊。这间厝。 无去用去互查封啊！你着安心踮厝内，好好静养。尊兄啊，真哪有可能？尊兄啊，顶礼拜咱搁在装钱嘞，啊你啊这有啥哪清诶？恁来对我有信心吗？算了，我要给咱红包进行个三爷，一个一个买转来。当我会当生惊心，就会当知影惊心啦。尊兄啊，你也免安慰我啦。爸，我毋是伫安慰你。 我是甲你讲正实的，哦，无你甲我讲，钱安倒来？天无绝人之路，主给咱红包无应该绝，互我找到一个金主，伊愿意支持咱。但即摆景气遮歹，大家钱只都无够，哪通拍官呢？爸，我无骗你啦，我即摆赶要出去。 后摆才甲你讲啊！来，最先啊，最先啊！哎呦，你即马拢讲最先做伙，你敢知影伊讲的迄个金主是啥？当的，公司债务伊安那清，我都唔知，边哪知影金主是啥呢？当的，前一阵啊，阮爸找张刘去斗相共，敢不是？ 咱红爸倒伊就上欢喜啊！伊哪有可能甲咱斗相共？哎呦，你得甲特别注意，莫让俊先去趁乌钱。我即马上惊，都是上不正，一下歪。当的，无可能啊！俊先哪有可能做一款代志啦？哎呦，你得甲我查清楚，看下金主是啥。 你是唔是阿中？我就是啊。伫你倒手边有看到无？两箱粪扫桶，甲粪票单位。你有讲唔对啊？你阿个故意个粪票单伫粪扫桶？无唔对。粪票是现金呢。费用莫遐多，照我话落去做，都无唔对。会用个啊？我若个粪票落去，阿阮呾个人呢？ 你家钱单落去，等下你就知影。两脚都一脚，等黄色的一脚，较浅色的一脚。阿阮等的人呢？你即马向后转。你是咧甲装啥的？向后转就对啊。你会看到头前。 有一只龟，这所在要闹龟啦！你挖过就对啊，看详细，头前有一只龟，你来当找着龟，你就找着恁家的。甲恁爸装痟的，哎，还佫真想龟呢，王八蛋！
生笑一笑。免紧张，钱我已经到手啊。哪里阮等个人呢？人哦，就是你隔壁阿汤。老文贤，恁爸为了你咧撞我，搁用装笑的，你怎啊你？做了袂歹，真体着啊！好，我知影。老文贤，多谢你的五叶，我已经摕着啊。爸呢，我会替你养好。啊，你就爱较乖哦。我伫外口撞几落工，你踮咧五星饭店咧甲享受。哦，啊，即间遐紧嘞吼，啊，哪会无看人？阿弟啊，阿弟啊，嘿，啊，哪一关拢做会啥？当然，夭寿哦！啊，这顿真粗饱呢。后摆有好康，唔少招一个。看你食甲胀甲安尼啦，啊，老卵敢要出，唔敢吠出来。啊！歹势啦，歹势啦，原来是真个。今个我坐到登去啊，可怜你啊，行啦。紧啦！你搁要算哦？我裤还袂穿啊！我利用我的关系，用真假介绍，把红包买倒转来。以后，咱就免烦恼无办公室啊！想袂到这么紧。你就把代志办好，要是你较有办法啦。你别侮辱我啦！来，咱也是来讲正事啦。我先甲你解释讲，这个 case 是要安怎处理才好啊。原来甲俊兴合作的人是玉华，刚刚因两人和好啊，也是玉华在利用俊兴。这个代志，敢要甲党来讲？袂用紧，党来即摆身体这么虚弱，袂用受到刺激。找一个机会，甲俊兴问清楚，才拍算。无你先看一下，看有啥意见。阿爸。俊兴，你讲金主就是伊。爸，你哪会来这啦？哼，早都怀疑这查某有问题，搞我红爸母倒去，你阁无挽救，
竟然搁要假造尊生的金主，你到底有啥物企图？爸，你甲咱误会啊啦！玉华伊即个是真心诚意要甲咱斗相共的。哼，桃花，你家己在咧拍黄金翁啊？搁想要替人看风水？伊即马敢袂比你较凄惨？伊是要摕啥物甲你斗相共？尊生啊，你敢真实互伊害唔惊？当然。你较冷静的啦，先听看伊安怎讲啦，无得靠，真正是误会啦。你若看到这条狐狸精，都袂输好心去沾着糖哦。安怎？你往那让伊卖干，他个不答应。董事长，你应该骂我，也应该拍我，啊，不过你袂用话来侮辱我。那不，我就请你出去。阿华，我警告你，以后我不准你过来找尊兴讲过的。爸，你听我讲，我会接受玉华跟我斗相共，是因为我要讨回红包，绝对不是玉华要来跟我过过的。你看，总公司的办公室已经买倒转来啊！玉华阁讲要甲董事长的办公室装甲你以前你的办公室同款。那是这查某会听见，以他的位再评出来，顺兴，你嘛真好骗呢！两张纸，几人以内你都相信人？我看你的头壳都应该破起来洗洗嘞！防骗一届是调职，骗第二届是讲，若是讲防骗第三届，都表示你这个人永远十头，袂开窍。爸，你对玉华心结明天清破无？进前何玉华甲你侮辱、甲你糟蹋的时阵，你对伊敢无心结？啊！伊和咱的家事还阁无交心，啊，都明明知影是一个陷阱。你煞搁要聊嘞？过去的作孽，我敢无洗目睭，你看心？这个查某都袂输敢那毒蛇嘞，怕伊无死，反头转来，伊是要来加咱，不是做咱的。董事长，你过去修理我，把我赶出门，莫怪你会这样怨恨我。啊，不过尊兴伊还对我真好，三番两次原谅我，给我机会，是我家己无好我珍惜，辜负尊兴对我的爱。虽然我和玉华即马落这样，不过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来帮助伊，和尊兴重新振作起来，甲方把失去一切。另外偷回来。陶玉华，你别讲得遐好听，那是我红爸，需要靠你才会当还心。我甘愿永远好倒。当然，冤可解不可结啦，卖这样子固执啦。你给玉华一摆机会，无定着哦，真正会当让红爸还心啦。当然，刚讲你无希望，让尊兴搁再徛起来。爸，过去风波是你甲玉华拍拼出来，我希望今日我甲玉华合作，会当重振风波。那即马是安怎？即马是安怎？天上啊顶大条，恁讲着准生，也是我食了无路用啊，囝无要听我的，恁哪用？嘛咧为这个查某？何玉华，你阁真有才情哦！哼，我输你。爸，玉华，是嘞，明天我再来看你。
么代志？诊所开的药啊拢无效，你看，怪迄面青笋笋嘛唔食牛奶，即马连哭嘛无气力啦。哎呦，咱奶奶小红红啦，恁传去给医生注射。我来打电话给姚辉。丽丽姐，麦啦，麦甲讲，囡仔小可呢，敢唔免互知影吼？不再讲伊是囡仔的老爸呢，敢唔免负一点仔责任？你已经连续照顾几啊天，爱换伊来照顾我啦。丽丽姐，我已经讲过啊，囡仔我家己来请养，有代志我家己来处理，我无想要影响姚辉甲怡君的生活，你千万唔通叫伊来。呾叫伊来看囡仔，安尼也影响因两个，无遐尼啊严重啦。惠弟，我无想要麻烦伊啦。好啦好啦，要认识你家己啊，我带你来啦。你是行唔知路哦？你来遮要创啊？啊，我是来要看。我是来要看彩萍哦，教阮孙啊。哦，人囝仔咧无爽快，要互医生看。你人已经看到啊，你应该走啊。彩萍，紧，我问伊。谁啦？要关门啦？医生哦，我是来要看你的，啊，就讲袂出嘴啦。你了解我的心情。啊，你俩搁唔走？嗯，阿辉上牌。啊，是我啦。啊，我是哦，专工摕来要甲你回信的啦。是讲一天伫酒店的时候，你唔知有惊到无？啊，若有惊到，我带伊来去受惊。你上这聚会要甲我回信的？啊，是啊，我专工摕来呢。较早吼，阮姚威啊，咧拍彩屏的时候。伊拢我定买这送伊啊，啊，我想讲哦，买较大蕊来较有诚意。人要送拢嘛送个细蕊的，这大蕊是拜死人，你是知无啦？安尼就够互你吐啊！我有想的哦，食甲遐断哦，人拢连正道都唔敢甲我去啦，都定你硬你敢甲我吐头呢？谁叫你遐尼无相信？路嘛要走，猪嘛爱偷，无卫生，搁兼无知识。啊！我是好意来呢，煞你甲我闹去啊！拢嘛是你啦！对吧？医生，是安怎？我的囡仔一点点发烧。你这囡仔早产，体质比别人较歹，较会去有塞空感染。所以你要加开一寡时间、甲心思，好好甲伊照顾，要无大汉会变虾姑。来，你紧来抱过来。那有啥物代志，再通知我。多谢，多谢吼。我即马拄仔准备要去找头路，即马要安怎好好照顾你？冠英，拢是妈妈唔好，互你遐细汉就受着白疼的折磨。彩萍，你莫怨叹你家己啦。彩萍，冠英那是发烧啦，已经烧几啊天啊，你哪会知影来遮？上过甲我讲的。迄个大伯人实在有够狗的。彩萍，冠英，我一个人该照顾就会使啊。你哪讲一空话咧？你这么倔强，唔拿害到你家己，佫拖累到冠英，你知影无？阮母仔囝的代志，甲你无关系，请你转去。你现在一直记住我，你敢想到你做老母的心情，拢无体谅到我这个做老爸，无得照顾家己囡仔的痛苦。彩萍，老辉讲了嘛真有道理，你都让伊来斗三工嘛。伊今嘛讲得遐好听，
想知影，伊是不是要阁把我引抱倒去？正常我的态度较傲慢，这点我阁来核实咧。阿母即摆冠英身体无好，你予我尽着一个做老爸责任，甲你做好照顾伊。我请上好医生，待冠英身体调养好，好不？你到底爱我讲几遍，你才会死心？你是要安怎照顾伊？你要有依据，就算讲母阿囝过甲搁较艰苦，拢袂接受你的好意，请你走。彩萍，我叫你走，你是有听到无？我无想要搁甲你哥哥离，因为你无这个资格做这个囡仔爸爸，你回去做你的老大，出去，出去！彩萍啊，出去！好。我走，惠弟哦，你拢无想要看到我，敢讲假手摸唔着，都付出很大代价，都那个无离开我，连个亲生后生都袂当看袂当见，真难看，真难看，地无心。你是讲离过你走啊？我嘛真想要把两个人过好，不过我哪做拢做袂到。连这上基本的家庭我都顾袂好，好消息啊！我先请见笑了。还跟你拍架呢？看落去唔甘吼！我迄天去救的时阵哦，看杨玲玲还窝在涂骹呢，凉被甲汗裤都无穿过。看落去安尼啊，我脑梗一直甜起来呢。扶伊回来路哩，我看伊个目屎伫流七袂哩哦。差啊着，我即摆去让林弟家，你上欢喜吼哈。你甲你爸去哈，等我哪较好诶，这条桥我再倒倒找你算。若不是你甲我撑遐久，我敢会叫拍到遐凄惨嘛？诶，当个啊，我毋是无咧撞呢，我一双脚走敢若白高地咧，毋信你毋当让我。来，啊若你我知知影啦。恨不得我较早死的，当时就头毛你做啊！我甲你讲，你若无迄个尻川哦，就唔通食迄个泻药。老文贤啊，你受伤，你就莫甲伊动嘛。阿忠啊，莫伫遐拍老娘啦！啊，即摆恁两个哦，是离饭壁壁饭离啦。你若互你当甲你洗头路，你去外口无人请你啦。我若互当个洗头路，伊嘛请无人啦。唔是你才甲我试看卖啊？你两个哦，那是安怎啦？真是，啊！你笑啥呐？这个嘛是呢，那拢六皮，哈？不要变啦！哎呦，那叫垃圾油滴的啦！外变态的呢，手哦，共用手啊扣掉的啦，凡事哦，共用牛鞭摔过的。阿忠啊！但一摆啊，我是叫人骗去饭店内底压掉的啦。你想看卖，凭我老文贤的个性，敢有遐尼凊彩就予人恐吓？当然啊，啊你毋是过当天就敲电话叫我甲你撞钱？啊对方摕五支枪来甲我压掉的，无敲电话，代志敢解决嘞？那呢，你就知影对方是谁啊？无啦，啊！迄当阵哦，我着目睭。酒后叫暗调的，我着知你要安尼讲。目睭莫假银啦，照判断嘛，知影是安尼，这常识嘛。啊，人甲你压调的，当然无你知影讲伊是啥啊。莫讲我甲你吐槽啦，除非你讲白贼。老文贤，你若知影是啥，紧报警啊！对啦，即马人等下就无代志啊嘛，剩咧就警方去处理就好啊。是啊，袂用报警。当个啊，你个面红拍到歪哥起喘呢，啊你搁唔报警，啊你是咧惊啥？那对方我也袂惹个啦，啊若搁说报警，代志愈来愈大条。安尼我搁想要知影对方是啥，真是遮尔大尾。
钱是阮在做呢，谁人阮袂用知影对方是啥人？你是把阮当作戆的哦？我若讲是伊君做的，一定会去予因糟蹋死。我再讲，万不哩因去找伊君算账，伊君也是从死也瘫痪，从小被告记者，但是到我踮伊身边就是要哪徛起的。袂用钱，我绝对袂用讲的。等下，我看哦，规期咱来报警，看卖对方是啥。我想要跟伊熟悉一下。哎，阿中啊，我即马大概就听，你扶我去房间好不好？好啦好啦，行啦行啦。啊！现在老文贤唔敢报警。老先生，这是你的尾款。多谢，替老小姐做代志哦，真轻松，阁真干脆，请坐。这摆的代志，你会感觉讲良心不安，心肝内真艰苦。看哪讲，伊嘛是我的阿兄，我的心肝内一定会真艰苦。啊，不过这是伊的报应。老小姐。其实听你的座无，我感觉真同情。咱是有缘才来熟识，所以伫个遮，我请你替我苦劝一句。这老文贤，我要跟伊接触的，人是真歹流浪，所以这边你甲病安这么惨，我相信伊绝对会帮你煞。你家己爱较细腻咧。我知影。我会带阮爸爸离开这个伤心的所在，重新过日子，袂阁有伊当着。啊，你要去倒？应该是会转去美国啊。老义军，会用做的你拢做啊，莫阁留恋啊。你甲姚辉，即个。真正要做一个结束。姚辉，我是义军。义军啊，你倒，你敢不知我死过来找你嘞？你免再来找我，我这届决心要离开你。义军。姚辉。我知影公司即马需要钱，我已经派人送五亿去予你啊。五亿？你是伫讲啥？你哪发这钱嘞？这你别问啊。这笔钱，我想够解决公司的债务，马云甲正义集团搁讨转来。我嘛祝福你甲彩萍一家伙也团圆。李军啊！你怎会倒？你阿公，义军啊，你有听到无？义军，义军，义军，伊哪发一钱嘞？是走去倒？姚辉。我实在真不敢挂电话，那安尼阁拖落去，那不是办法，咱就到这结束。